大家好，这里是灵动生活，微信是我们常用的聊天工具。然而很多人反映自己聊天打字速度很慢，发一些语音又会使我们感到很反感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快速的提高我们的打字速度。首先我们需要下载一款讯飞输入法，只要我们点击它中间的这个录音，我们就可以立刻使语音转换成文字。我们来测试一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灵动生活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小技巧，可以快速提高我们的打字速度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会立刻识别我们的话语，而且准确率非常的高，这样的话就会解决了我们的打字速度慢的问题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希望这个小技巧可以帮助到大家。更多精彩请关注灵动生活，谢谢。